月份的统一发票您兑奖了吗？这一期的千万特别奖总共开出了12张，当中有8张集中在台北市和新北市，而最便宜的中奖发票只花了23块钱，在超商买饮料就中了1000万。统一发票开出12张千万大奖，12月份在超商、小吃或是加油买衣服，这些发票可别丢了，赶快来兑奖。最便宜的从23块钱的饮料，到花2000多块买的服饰配件，双北、新竹、台南、台东，总共12位幸运儿都能拿到千万特别奖。特别是台北市、新北市开出的千万得主最多，而这一次的200万特奖也开出10张中奖发票，领奖日期只到7月份，提醒幸运得奖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